好，那我们下面开始给大家上这门当代西方建筑理论课。呃，理论是什么？可能我们每个人日常，不论是在学建筑，还是学其他的专业，都会接触到这么个问题：什么叫理论？啊，这个这个话题呢，我们可能要说一些个跟建筑相关联的，比如说，呃。 我们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建筑历史与理论，这是两个建筑学下的主要二级学科。那么这里边都涉及到了一个理论的事儿，但不同的就是建筑设计它叫及其理论，啊，然后呢，建筑史是建筑历史与理论。这个两个理论的差异就有一点儿呃变化，或者说呃，他们之间所强调的是不同的领域，比如说。 我们建筑设计及其理论，我们在整个本科生上课过程中所上的课啊，主要是有这么几个，比如说公共建筑原理啊，居住建筑原理啊，这以原理的形式给大家讲述一些建筑创作上的所要遵循的一些个理论。那么那个理论呢，主要是要回答两个问题，就是怎么去做啊，怎么去做啊，那么。 怎么去做呢？我们就像呃公共建筑，它的环境设计，啊，它的室内的比如说这种防火设计，这样一些就告诉我们如何去做的事儿。而建筑设计、建筑历史理论理论呢，它就跟这个的差异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建筑现象，或者是我们在。 各个地方看到了一些个比较奇异的建筑，啊，引起我们兴趣的这个建筑，我们都可能要问一个为什么，啊，它为什么设计成这个样啊，这个为什么一般就是建筑历史与理论的那个理论，所以怎么做和为什么的差异，就是我们这两个学科所涉及到的理论的不同的地方，啊，那么。 或者说，我们建筑呢是基于这样或者那样一种原理而建造的，而这个原理就成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学科主要的研究内容。所以，我们才说刚才说公共建筑设计原理、居住建筑设计原理啊，所以以原理这样来啊讲述给大家的一种理论的知识啊。那么，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刚才我们说了是谈。 为什么？那么这个为什么就是隐藏在建筑背后的一种逻辑关系，啊，那么这种逻辑关系呢？我们看这样像一个公式一样啊，我们要推导一下啊。我们都知道，呃，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啊，当有重大的科学技术发明的时候，人类的社会就向前进了。比如说瓦特发明蒸汽机啊，那我们这个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 啊，那计算机的出现使人类社会呢又从工业文明过渡到后工业文明，现在我们可以叫信息文明，是、啊、吧？那么以后还有什么重大的科学技术，人类再往生态文明去过渡，啊，所以这个科学技术对社会的进步啊，对时代的这种促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那当社会进步之后，那么人们通过新的科学技术。 或者新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各种工业产品，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计算机，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好多这种信息化的设备，啊，使我们认识这个社会呢，认识这个自然呢，又提高了，啊，那么对自然的认识提高了，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哲学，那么哲学又是什么？啊，大家跟刚才理论是一样的，就是说好像是很大的一个词儿，但是我们。 如何去认识它？啊，哲学我们可能在中学里边就接触过，啊，其实哲学是一个非常大的词儿，啊，涵盖的内容也非常的浩瀚。但是呢，越是这样的大的词儿，它的解释起来越容易。所以，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啊，就这么简单。关于世界观的学问，那大家可能又要问，那世界观是什么？ 大家知道，世界我们不说有物质的，有精神的啊，有自然的，有社会的，种种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啊，种种对世界的认识。那观是什么？观就是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看法。所以世界观，简单的说，就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认识，是吧？那哲学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世界观又是对这种人类或者自然的一种认识啊。所以我们说。 这个新的哲学就对新的时代、新的科学技术所产生的这个新的时代、新的社会的认识就与以往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就出现了新的哲学，啊，那么这个新的哲学呢出现之后，就我们好多文化艺术门类的艺术家们就接受了这个新的哲学对世界、对社会、对人啊、对自然的看法改变了。 啊，改变了，那他们促进他们创作思想的改变之后，他们再创作建筑作品，或者是文化艺术类其他类的作品，小说、绘画、雕塑、电影等等这些作品呢，就都变了啊。所以他们的设计思想变了，他们就会产生新的作品，啊，新的作品。到这儿，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设计了时代的新的作品出现了，这个。 被我们看到了，啊，被我们看到了。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啊，在不同的区域，我们看到了很多适合这个时代发展的新的建筑了啊。作为我们建筑人的时候，我们到这儿，大家注意一下前边的啊，也就是说，创作思想那个先锋主义，然后新哲学、社会科技这一套，我们称之为理论问题。 啊，理论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搞建筑理论的人要研究的，啊，要研究的。那引领新的啊设计潮流，就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新的时代，看到了这样新的作品，我们怎么去认识它？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建筑师设计出了这样的作品，他是怎么想的？啊，他是怎么做出来的？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也就是说理论问题啊。所以以这个作品为分水岭，前边是涉及到了理论问题啊，后边是涉及到新时代产生新作品的问题，是吧？也就是说，出现了新的作品，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建筑现象啊。那么建筑现象的背后的逻辑关系，我们就反着往回推，啊，反着往回推，是吧？推他是怎么想的？ 啊，建筑思想，然后呢，它是哪些人设计的？他又接受了哪些新的哲学？啊，那么这时候，这个哲学产生在哪个时代？啊，什么科学技术？啊，什么科学技术支撑的？所以这两个东西就给了我们一个呃、啊、建筑历史与理论所涉及的啊历史上的作品和前边的这个作品的逻辑关系。我们要把这个逻辑关系弄清楚了，你的理论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建筑理论。 啊，建筑理论，如果我们要说它是个概念的话，怎么去解释它呢？它是一种建筑的表达系统，啊，建筑的表达系统。我们其实，在每天我们在接触到各种时事啊，各种其他的文学艺术领域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些表达系统，是吧？比如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比如说他说的啊，摸着石头过河，是吧？ 这这样一些话其实就是一种表达系统，啊，就什么是社会主义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吧？那这些个理论呢，包括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包括胡锦涛也那个和那个和谐观，包括我们现在的呃那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啊，所以它是一种表达系统，啊，表达系统其实这个不难。 啊，就像我刚才说，一下，对世界的看法，每个人都可以有对世界的看法。世界上发生任何一件事情，比比如说美国的新冠疫情，是吧？这样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下美国，是、啊、吧？那么多人得病了，那么多人死亡了，啊，那美国社会是怎么处理的，是吧？我们中国是怎么处理的？这可能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啊，这新的认识，这新的认识其实就是一种新的看法。 啊，那么你可以对这种东西呢进行一种表达，啊，美国的社会你可以进行一种理论上的表达，那就是你个人的一个表达系统。所以理论是一种表达系统，啊，表达系统啊。所以我们大家在无论在中学、高中阶段，还是在大学的一年级都学过啊，那、这个邓小平理论，还有其他的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理论啊，包括文化艺术领域的。 啊，所以这样一些理论呢，会给我们一些个啊认知啊，对这个时代的作品，对这个引领潮流的这样一些作品进行一种解读啊，解读。那刚才说了，作品前面那些个是建筑现象背后的逻辑关系，对吧？作品后边呢是一种建筑现象，啊，那这两个东西啊，这两个东西我们去认识它，其实根本的。 啊，从根本上来讲是要解决以下这么两个问题，也就是说建筑理论所研究的内容，啊，所研究的内容哈、啊，可能我们在本科生的时候就知道了建筑的基本概念，啊，建筑是什么？啊，建筑是什么？啊，不同的建筑师，古代的啊，中世纪的，文艺复兴的啊，还有这个近代的、当代的，好多建筑师都对。 他所理解的建筑进行过自己的论述，比如说 miss 的“少就是多”理论，是吧？柯布西埃的《走向新建筑》啊，房屋是居住的机器啊，比如说 Frank Lloyd Wright 的这个有机建筑理论等等啊，等等。那么他们都在表达的一种建筑是什么？比如说建筑房屋是居住的机器啊，少就是多啊，这样的话。 啊，给我们其实回答的是这个问题。啊，大家可能会想到，我们从一年级开始进入到或者说接触到建筑这个领域了，我们会都知道建筑没有一个普世的概念，啊，世界各国大家都承认的概念，啊，而且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概念，啊，那这就是一个问题，啊，也就是问题。为什么说老要问什么是建筑，啊，老要问什么是建筑呢？ 那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从建筑大产生到今天，不同的建筑师都要回答的，而且一个建筑师在不同的时代也都要回答他。啊，那么这个回答其实是对我们建筑的背后的建筑现象背后的逻辑关系的一种拷问，啊，你对这个的理解就产生不同的建筑，是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啊、不同的哲学下，你一定是有不同的。 关于建筑的概念，啊，所以建筑这个概念是一个一生一位建筑师都要不断的去探索的一个概念，啊，不是你说我现在知道了，老师教过了，建筑是什么什么啊，我记住了，我这一辈子就不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建筑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不同的建筑师、不同的理论家会给建筑做不同的解释，啊，就回答什么是建筑。那大家都可能要问了，那为什么呢？ 啊，为什么呢？就西方各个时代都对这个问题进行反复讨论、反复定义，啊，反复不同的建筑师、不同的时代的人反复讨论、反复定义，在这个讨论中发展了建筑理论。因为这个讨论必须要结合前面这些，是吧？就是说，我说这个背后的逻辑关系必须要结合这个，啊，通过这个的认知去回答建筑是什么的问题。所以，如今每个建筑师。 也都以对此问题的回答而形成自己的建筑观，啊，就像我刚才说，你对这个世界、对自自然、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就形成你的世界观，啊，你的世界观就是你的哲学，啊，我们一说，我还有哲学吗？啊，那每个人肯定有啊，啊，肯定有，没有哲学你就没有言行了，大脑支配你的言行啊，所以你肯定是有一个哲学的，啊，至于这个哲学是什么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啊，每个人不同就有不同的理解，啊，不同的理解，啊，所以啊，我们才说前面的这个时代的变化、哲学的变化、思想的变化，会产生不同的建筑概念的话，啊，那么对建筑的基本问题的回答也是跟这个相关的，啊，就是从维特鲁威古罗马时期的乌特勒维特鲁威就提出了建筑的啊便利实用啊坚固耐久美丽悦目。 啊，就形成了功能、技术、形式三个建筑的基本问题。那两千多年了啊，建筑发展了这么长时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三个问题还是没有变，啊，还是没有变。但是如何去做这三个问题的研究啊，那就不一样了，啊，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说古代古罗马的建筑史书啊，文艺复兴时期的《论建筑》。 啊，一九二三年，科布西埃的《走向新建筑》，这些个书，这些个著作，他们的焦点讨论问题和关注的问题都是这三个，啊，都是这个建筑的功能、技术、艺术问题啊。那么也跟刚才那是一样的，为什么在建筑学领域，西方人啊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反复琢磨、深入思考？它是个老问题，又是个基本问题啊，几千年了，这三个东西没变。 啊，都是建筑的基本问题，但是为什么不断的思考，跟刚才那问的是一样的啊？为什么我们要反复的定义建筑？就建筑是什么？不同建筑师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回答啊。所以还是那个，因为时代在变，历史在变，建筑理论的视角在变。我们大家都是硕士研究生，整个来你写硕士论文的时候，都要找一个理论的切入点或者一个视角，是吧？去看一个某的问题，这个理论的。 视角可能是新的，也可能是旧的；你研究的问题可能是新的，也可能是旧的。那么我们今天呃，那个鼓励大家用新的视角去研究新的问题，是吧？视角不一样，你研究出来的这个问题就不一样啊，问题就不一样啊，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啊。所以视角不一样了，你思维的深度在变，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也在变，啊，也在变，都是功能问题。 对吧？都是功能问题。那古代社会的功能跟我们今天的功能就有很大的差别啊，或者是农业化社会的、工业化社会的，现在我们叫信息化社会的，人们对功能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什么是功能啊？什么是功能啊？我们去几个朋友去餐厅吃个饭啊，你是解决饿这个功能问题呢，还是要解决大家？ 啊，联系一下感情，好多同学时间没见面了哈，挺高兴的，在一起去聚一聚，聊一聊。那它的功能是什么？简不是简单的肚子的问题了，解决饿的问题了啊。这里边有好多精神的，但是古代是解决饿的问题。我们说吃饭是解决饿的问题，那解决饿就是解决功能问题啊。所以，那么功能是什么？啊，功能是什么？所以我们说时代变了，环境变了。 功能也变了，啊，功能也变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电影院，啊，现在是那么舒适的，啊，在我们小时候看电影啊，大一千多人一个大电影院，那个木头的硬的板凳，啊，那个翻过来一坐，是吧，挺不舒服的，前后距离也挺紧的。现在的都是沙发式的，啊，沙发式的，更强调人的一种物质上的享受，啊，而且是小影厅式的，啊，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啊，就一个一个影厅了。 啊，一个所谓的电电影院，可能有八个、九个、十个这样的电影厅，啊，所以这就是功能不一样了，是吧？所以我们说，功能包含着便利、实用，还包含着经济、安全、卫生，也包含着人的精神需求，不光是物质需求。看个电影，你说它的功能，是吧？那是看电影的一件事儿本身的是功能，但是人去看电影的时候，啊，还有其他的要求。 不光是简单的说去看个电影，啊，知道这故事说的是什么啊，所以好多的时候看电影也成为人一种交流的啊的一种工具啊，所以电影不是简单的啊，那其他的也是，比如说旅馆，我们就是住的吗？是吧？现在大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有个建筑师叫波特曼啊，波特曼，他把原来的呃、啊、旅馆一进来办理入住，然后上楼梯进入你的房间。 这个所谓的大堂空间，给它改造了，变成一个公共交往的空间。这个空间往往现在做的越来越大啊。一些高档的宾馆里边啊，如果大家去澳门的好多那个宾馆里边啊，那里边这个大堂已经完全不是我们说办入住这么简单的了，人可以在里边喝杯咖啡，在里边吃饭，在里边甚至赌博，在里边要购物啊，在里边看这个音乐等等。 呃、啊，所以一个旅馆的大堂，它的功能啊，跟住啊，跟住的关联啊的关联，已经不像过去了，啊，所以它加入了好多新的元素，甚至把室外的一些个元素，比如说水池，比如说这个瀑布，比如说绿化，都加入到大堂里边，啊，使大堂呢成为一个交往的空间，啊，强调了人的交往。所以我们去旅馆、去餐厅吃饭。 去旅馆入住有好多是属于交往，这个在过去的功能里边是没有的，啊是没有的。我直接进来就入住了，旅馆就是住的，所以这个功能在不断的扩大，啊不断的扩大啊，而且呢，物质功能也渗入到了好多精神功能，啊精神功能啊。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兼顾问题，那它包括材料、结构、生态、低碳、绿色。 生态低碳绿色跟前边这个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当代人加进去，尤其现在的生态啊，尤其现在的生态啊，像我们在土木楼里边啊，我们觉得它冬暖夏凉啊，冬暖夏凉。现在新盖的一些办公楼里就做不到啊，就做不到。所以我们土木楼里边夏天不用空调也没有问题啊，可是你要在其他的一些教室里上课，你要不用空调，可能就会感觉到很热。 很不舒服啊，所以生态节能环保，同时呢，生态还有一个协调的或者叫和谐的一个特性啊，所以真正的生态的意义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一种和谐关系啊，和谐关系啊。那么建筑怎么创造这种建筑与环境啊，建筑与人，就是在建筑尺度上啊啊，呃，宜人上啊，宜人性这方面啊等等啊，除了我们的节能。 以外还有好多，所以生态啊也是啊技术以外的其他的，包括精神上的啊一些个感受加入到里边来了啊，所以所以这是技术问题，但是生态低碳绿色是吧？绿色我们什么叫绿色是吧？有的建筑在国外，有的建筑是埋入到地下了，上边是种的植物啊，有的呢是把大量的植物种植在室内了。 啊，有的是在高层建筑里边专门开辟出一层来做空中花园，是吧？把这室外的绿色引入到室内，绿化引入到室内。当然，这里边绿色也是强调一个环保啊，跟生态有相关的概念啊。所以这些个用功能问题和是技术问题，都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啊。那我们怎么去认知它啊？怎么去认知它？当然了，美观问题或者说我们叫形式问题。 那、啊、它既包括古代所说的那个愉悦、悦目、和谐，那么今天我们后续的章节里还要讲到一些不和谐、丑陋、散乱的艺术性很高的建筑，啊，这些建筑已经不以古代建筑或者现代建筑那种和谐为主了，啊，它强调了走向和谐的反面，啊，走向和谐的反面，像十七世纪末。 啊，德国的美学家已经把美的研究范畴扩大到丑这个元素也拉进来了。啊，也就是说，美学也研究丑。啊，也研究丑。啊，那当这个丑都进入美学研究范畴，就像我们人吃饭，啊，儿童的时候可能爱吃甜的、香的，啊，你到长大了呢，你可以吃苦的、吃辣的，哈、啊，麻辣烫，喝咖啡可不可以不搁糖，是吧？所以苦的、辣的。 酸的啊，这样呢，跟过去香的、甜的相对立的那些个食物也成为我们的食谱了，是吧？所以，我们人吃东西，随着年龄的长大，这个食谱就越来越丰富。那么，对于美的认识，对于艺术的认识，也是随着人的这个社会的进步啊，它有越来越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啊，相对立的啊，这个美学观啊，美学观啊，所以。 形式美观的问题是啊，除了悦目啊愉悦和谐，还有不和谐、丑陋和散乱啊散乱。比如说中国古代怪石啊，园林里的怪石，怪石以丑为美啊，丑到极处就是美到极处啊。所以这个丑这个问题啊，像我们盆景故意把那个松树啊、各种树压成很变形的那种形态啊，而不像松树那么在自然界长那么挺拔。 啊，那这个变形呢是一种病态，啊，树的一种病态，但是放在我们这个盆景里边，啊，那就是美的，啊，所以什么是美，啊，什么是美？就像我们今天的问的，想吃点什么？什么是好吃的？吃点好吃的？什么是好吃的？麻烦了，不好说了，啊，是香的还是苦的，是吧？是甜的还是辣的？这就不一样了，啊，不一样了啊。所以美的问题，啊，还有这个和谐的问题，都是。 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啊，过去是美的，今天可能它就不一定是美的了，啊，所以现在的西方的一些建筑师，在我们这个研究范畴里边，好多都是散乱、不和谐的，啊，建筑是散乱、不和谐的，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三大要素——功能、技术、艺术这三大要素的复杂关系，维系着建筑理论在不同的时代的不同的发展主题。 或者换句话说啊，我们人类社会，尤其是对形式跟功能之间的关系啊，因为技术嘛，它可能作为一种支撑。当然了，技术可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形式啊，新的形式，不同的结构形式可能产生不同的建筑形态啊，可能技术的技术的这个这个关系呢是一种支撑。更主要的多的或者更多的，大家对于这个形式与功能之间的这个关系，比如说我们说古代社会。 啊，古代社会啊，像我们的故宫啊，像古罗马、古罗马的万神庙啊，圣彼得大教堂，还有一些个、啊、王宫啊，卢浮宫这类的，他们是以形式为主的，啊，我们太和殿也是啊，三层汉白玉的台基栏杆，为什么建那么高啊？啊，所谓高高在上，啊，高高在上啊，那就是帝王。 啊，帝王，所以呢，为了表现帝王，所以它形式决定了功能。那太和殿就是举行一个典仪仪典的地方，啊，我们可以说皇帝举行大典、登基啊，或者什么重大事件的一个地方，啊，它也是个办公的地方，但是它却是那么高大，面积也那么大，啊，所以它是形式决定了功能。而到了工业化社会，人们反过来了，啊，把反过来了，啊，叫形式随从功能，啊。这个这个。 沙柳文提出的名言：“形式随从功能”，是吧？所以功能做好了，形式就来了，啊，所以以功能为出发点去做形式，而在古代是以形式为出发点去往里边塞功能，啊，塞功能啊，所以这两个差异。那么到今天呢，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不和谐、丑陋、散乱，它所表现来的形式跟功能之间的脱离，啊，功能是这个，形式完全跟功能没有关系。 或者是外加一些东西，使它的形式变得更加复杂，啊，更加复杂。所以形式脱离功能，这三者反映了古代，啊，或者说农业化社会，啊，近现代的工业化社会和当代的信息化社会，啊，不同的时代的主体特征。就这时代的特征，要求建筑是这样的，啊，所以建筑师在创作建筑时呢，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体现这个时代发展主题的。 啊，建筑作品，啊，那么第三个问题就建筑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啊，建筑的物质性，这个我们都知道，状建筑有双重功能，啊，物质功能、精神功能，物质功能更多的是表现它的使用上，啊，精神功能呢，更多的表现它的形式上，啊，当然了，这个功能跟形式，我刚才强调跟古代的差异，啊，跟古代的差异，啊，所以呢。 形式啊，我们说形体与空间是建筑物质的，啊，建筑物质的属性，啊，但是呢，思想与理念是建筑的精神属性。形体与空间是建筑创作的结果，啊，而思想理念是建筑的灵魂，啊。说到这儿，我们对形式空间的属性可能是强调了它的物质性、精神性，但是这里边它并不是说任何一个建筑师、任何一个理论家也无法把它完全的脱开。 是吧？所以形式的处理是物质的，那也不一定。你没有精神，没有理念，你创造不出来这样的形式和空间。还有同样的形式，同样的空间，古代跟今天的差异性。所以思想理念是时代的产物，而道成的形式与空间也是这个时代的。所以我们要是拿今天的时代反推到古代去，你会发现形式与空间的差异，虽然都是物质的，是吧？它们的差异是很大的。呃，理念和思想。 这个也是一样的，啊，这个一样的哈、啊，所以古代的人们对建筑的认知跟今天对建筑的认知的差异性是巨大的，啊，所以呢，形式啊，形体与空间是创造的结果，思想理念啊是建筑的灵魂，建筑的灵魂，我们常常说建筑不是一个死的一个固体的啊物质的放到那儿的一个一个东西啊，其实建筑是活的，啊，建筑因为它有灵魂。 所以建筑是活的啊，我们看着这个建筑，似似乎它在说话，啊，它在说话，给我们表达着它的这个属性，啊，它属于今天呢。比如说我们去看故宫，那一定是属于封建王朝的，不会属于我们今天老百姓的、大众的，或者是政府的，不会的，一定是封建王朝的啊。所以它述说的那个封建王朝的那些个故事，啊，所以我们再看今天的一些个建筑，它一定述说的今天的。 一些个时代的特点啊，今天的故事，所以说它是有灵魂的，啊，它在向我们诉说的它的这个故事啊，所以是活的，啊，活的啊，它是引导建筑形体得以实现的纲领啊，也就是说，没有这种理念，这个建筑就没有灵魂，啊，没有灵魂，啊，所以呢，那当然了，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个地球上有好多没有灵魂的建筑，啊，好多没有灵魂的建筑，我们称它为建筑垃圾。 啊，建筑垃圾啊！现在有的人把我们城市称为钢筋混凝土的城市森林，只不过真正的森林里边动物的密度没有我们人类在这个城市里边密度这么大，是吧？真正的原始森林里边，它的动物的密度是很稀的啊，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大啊。既要懂得形体与空间的创作规律啊，这个就是所谓创作规律，它的一些原理性的东西是我们建筑设计及其理论里边要谈到的，怎么去创作。 啊，当然了，也有这个时代的变化，也有我们建筑历史与理论的这个理论所涉及的内容啊，所以它的规律啊，也要掌握思想理念的产生过程啊，思想理念就刚才我说的啊，建筑作品前面那一套啊，哲学、社会、科学技术啊，它的这个产生的过程就那么产生的啊，所以我们说一个思想怎么产生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啊的思想啊，我们前两天高考。 我们老想着我当年的高考，我七八年高考的时候，啊，我怎么考的，啊，那个过程回想起来特别的兴奋，啊，所以有了那一个过程啊，我有了今天的这一个我，啊，要没那个过程，我今天的我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所以呢，他这个过程啊是很重要的，啊，没有这个强化的时代的变化，啊，没有强调这种新的思想的产生，啊，你这理念。 就无缘了，嗯，无缘了，就源泉的源呢，是吧？无源之水啊，所以呢，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啊，给我们的这个建筑理论啊，给我们的建筑理论啊，它的研究带来更新的课题啊，更新的课题啊，所以建筑理论与建筑历史，我们在历史上著名的维特鲁威啊，他写的《建筑史书》，阿尔伯蒂写的《论建筑》，啊，勒克布西亚写的《走向新建筑》。 啊 m i s s 的所谓的少就是多啊，莱特的有机建筑理论这一些，啊，这一些刚才我们强调了，他们都有各自的表达系统，啊，各自的表达系统啊。那么这个系统呢，它每个人，比如说啊 m i s s 科布西埃，他俩都属于现代主义大师，啊，但是他们俩的理论都不一样，啊，他俩理论都不一样。所以科布呢，强调。 啊，工业化时期，人的建筑师应该向谁学习呢？向制造了汽车、飞机、轮船的工程师学习。啊，工程师学学他什么呢？学他那种创造出来的汽车、飞机、轮船，不是以美为目的创造的，而是以功能为目的创造出来的。可是以功能为目的创造出来的飞机、汽车、轮船是非常的美，啊，那么这个美是怎么来的？ 啊，所以才有他们前边所说的形式随从功能。你只要把飞机的功能完善了，那它飞起来了，这飞机一定是美的啊。所以汽车也是，当然今天的汽车不一样，今天的汽车有工业设计，有产品设计啊。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就拉开车门啊，上车把车门一关，这个声音啊，就砰这么一个声音，我们听得非常爽，那就是工业设计设计的。 啊，音响设计设计的，我们过去使的那个单反相机一摁，嚓啦这么一声，那个声音听起来也非常好听，那也是经过设计的，啊，经过设计的，包括我们汽车都经过消音设计，所以我们开起来很安静啊，很轻松，不是那呜呜那种哈、啊，开坦克似的啊，所以这个变化啊，这个变化都是啊，所以我们说，建筑理论既不同于美学和艺术史啊，也不是纯技术。 啊，但呢，又有艺术史、考古学、建筑是联系密切的，啊，联系密切的，尤其是十九世纪建筑史的研究，成为建筑理论的一个载体。也就是说，建筑史的研究就是建筑理论的研究，啊，所以呢，建筑理论与建筑史是一个词，啊，所以建筑历史就是建筑理论，啊，因为建筑历史要研究建筑的发展规律，啊。 古代不同的时代，近现代不同的时代的发展规律啊，那么这样一个发展规律，其实谈的就是建筑理论问题，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建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啊，因为我们说建筑理论是一种表达系统，啊，那么这种系统包括理解性的和实践性的啊，或者说叫理论性的和实践性的，啊，理论性的，所以理论可以产生规则，指导实践，啊，尤其是我们建筑创作的那些个原理。 是吧、啊？都是总结出来的，啊，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建筑上总结出来的。总结出来之后呢，它就产生了一些规则来指导实践，啊，那理论呢，也造成了审美惯例的标准化，也可能窒息或者至少妨碍人们的创作。就是理论你不能僵化，啊，理论是动态的，是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啊，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你要是把它僵化了，那就就窒息。 妨碍了建筑创作，所以我们现在包括我们国家提倡的这种理论啊，它的变化、它的发展啊，我们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如何，其实是个发展理论，向来都是这样，啊，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好，我们这是把建筑理论给大家做了一个啊阐释啊，理论是研究什么啊，理论跟实践的关系啊，理论的这个怎么去产生它的。 规则跟规则以对建筑创作的一种推动和制约啊，制约啊，所以任何一个好的理论都是向前发展的啊，向前发展的啊。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先把这个当代西方建筑思潮的一些个基本的啊，也相当于像解题一样啊，解题一样啊，给大家把这个题来解一下。我们这门课啊叫当代西方建筑理论。 啊，其实呢，这个理论是以思潮的这种表现形式展示给我们的，啊，我们也以思潮为这种表现形式给大家展示出来，啊，就看看不同的思潮，啊，那么大家看看，这是在这个法兰克福的一个呃邮政博物馆，啊，邮政博物馆，啊，那它的造型，啊，它的造型，这是九十年代，那如果跟现代主义比呢，啊，跟密斯的建筑比呢，啊。 这是一个在也是也也是在这个，呃，斯图加特啊的一个一个建筑啊，理查德·罗杰斯设计的。他这个建筑设计的很有意思，是对称的，啊，对称的，反对称，啊，这个也是在我们建筑里边不常见的啊。所以这样一些建筑呢，啊，我们看看当代西方建筑思潮，这个当代啊，当代是怎么回事儿，啊，今天的建筑。 我们看到这一两个后边还有怎么去跟以往的建筑做比较啊？呃，我们取了一个清华大学的吴焕佳教授的一篇文章里边，大家看哈，这个文章我就觉得啊、呃，我一看这个题目就非常喜欢。建筑趋势与社会趋势啊，我我们说建筑是人来创造的啊，我们大家以后都是成为建筑师了，你去设计建筑，你去创作建筑。 同时呢，建筑又是给人来用的，这两类人——建筑师和建筑的使用者，啊，都是跟时代密切相关的，啊，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使用者和今天的建筑师，啊，那这就来了。所以，社会趋势一定会影响建筑，因为社会趋势会影响人，对吧？会影响人啊，我们人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会有不同的思想观念。 啊，不可能的行为，啊，所以这个趋势，社会趋势是影响建筑趋势的，啊，其实我们讲思潮也是讲一种趋势，啊，也讲一种趋势。那我们一定会跟这个社会，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建筑的现象的逻辑关系，啊，那就是社会的表现，啊，社会的表现，啊，所以他呢说了一段话，他说，如果说三十年前这篇文章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啊，那有三十年前呢，就是六十年代。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也就换句话说，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啊，如果说三十年前对于西方建筑还能说出个一二三，就是潮流啊，因为我们在教材里边对二战后的建筑思潮分了八种潮流，啊，八种潮流，啊，那这个潮流那个潮流就他就说的就这个问题就能啊说出个一二三来，啊，那么现在可就有点做难了。他这篇九十年代的说当代西方也就。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产生的这些建筑，怎么去说它难了？现代流派之多，名目之繁，令人眼花缭乱。啊，呃，流派之多就不同的思想观念，因为在这个西方社会呀、啊，他没有一个统一的哲学思想，啊，或者一个统一的思想。张三这么说，李四那么说，他又跳出来那么说，所以好多哲学家都发表自己的哲学观点，被。 文化艺术领域的创作者、艺术家们接受了啊，被建筑师们接受了。他接受他的，他接受他的，甚至都接受一个人的，他接受他这个方面的，他接受他那个方面的啊。所以呢，就流派之多，名目之繁，令人眼花缭乱啊。也就是说，我接受了不同的思想，我创造出来的建筑就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名目之繁，令人眼花缭乱啊。不但如此，而且变动极快，就是今天这样了，明天就那样了。 是吧？他不会说今天这样，明天这样，后天这样，大后天还这样，是吧？他就变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啊！不但我们中国人感到如此，就是洋洋人也常常叹息，就我们理解不了为什么国外的建筑变化这么快，啊，潮流这么多，啊，就像我们常用的词儿日新月异的，啊，洋人也理解不了，是吧？所以呢，他就总结了。 潮流趋多本是建筑史的总趋势，但于今尤烈，就是今天表现的尤为剧烈，啊，尤为剧烈，啊。那么他这段话把这当代西方建筑思潮描绘出这么两个趋势，啊，多是总的趋势，快是变化快，啊，变化快，啊。所以当代西方建筑思潮，啊，总的趋势流派多，啊，然后变化快。 啊，变化快，它没有一个，因为今天我们会说时代变化的有多快呢？啊，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啊，非常非常的快啊，这个快也到令人目不暇接了，啊，也到令人目不暇接了啊！你就想想我们，呃，这个通讯设备啊，大概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人们还都满满满满裤子上挂一个 BB 机呢，是吧？谁谁谁呼谁哈、啊、打台了，呼谁谁谁，然后怎么怎么着？ 啊，有的人拿着这个锤子，这个 BB 机四处找电话，啊，等到后来电话出来了，我们这个国家或者世界上 BB 机是最短暂的一个，投入了巨大的那个资金，而流行时间最短，随后就被手机替代了，啊，所以现在没有 BB 机传呼站了，BB 机就成为一个历史的一个见证了，啊，见证了，啊，所以非常有意思哈、啊，所以变化快，趋势多，那么。 我们过去，我我使过的手机，像我使过的手机，最初的是叫为什么叫大哥大呢？啊，手机最早叫大哥大的，啊，就是那些个大哥们啊，我们别说这大哥都是黑社会的哈、啊，就那些大哥们先富裕起来那些人，是吧？用的像一块砖那么大，啊，走到哪儿往桌子上一放，因为他没法往兜里放。现在我们都放在口袋里边，啊，所以往那一放，大哥大。 啊，等到今天，啊、哎，等到有一段时间呢，叫掌中宝，啊，手机叫掌中宝，非常小，越小越好。啊，因为那是只有电话功能，没有其他的信息功能。等到今天了，我们手机又变大了，咳咳啊，比如说 iPhone 什么什么 Plus，啊，又往大了。现在华为五 G 那手机就更大，原因就是我们要看信息了，我们要看图片了，我们要要包括我们写信息了，传输图片了，那越来越大了。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变化也很快的，啊，变化也很快的啊，所以这个、呃、潮流多啊，这个变化快啊，这是两个，啊，所以我们看这些建筑呢，都是这个时间点差不多九十年代啊，八十年代啊，有的接近这个二十一世纪的建筑，啊，这是一个美术馆啊，这个也是一个斯图加特的音乐学院啊，这是一个公寓。 啊，这是一个博物馆，啊啊，可以看这些形式的变化，已经不像现代主义方盒子、玻璃摩天楼、玻璃盒子这样的一些个呃世界流行趋势，多少年，啊，多少年那个趋势，形态各异，啊，形态各异，是吧？那刚才我们说是中国人，啊，给我们说的这个呃当代西方建筑潮流的或者思潮的一种演变。 啊，一种这个潮流多，变化快啊。那么我们现在找一个，啊，这个马克思和啊，福马克和这个博斯伯顿斯这两个人，他们在一本书里边《走向后现代主义》里边说的一句话，这个可能跟我们这个中国的学者说的话，我们理解中文呢，这是翻译过来的啊，大家可能就会有的理解起来不是特别容易了啊。我们看一下哈，他说后现代主义艺术家或者作家，包括建筑师啊。 往往置身于哲学家的地位，这啥概念？就我刚才说的，哲学家的思想影响到了这些个艺术家，包括建筑师，是吧？所以他们都有一种哲学为引导，来产生自己的创作思想、创作理念。啊，当然了，有这样创作理念，他就有他这样的创作手法，就会出现这样的作品，啊，这样的作品，啊，所以他往往置身于哲学家的地位，就是他。 以某种哲学为他的信仰，啊，为他的主导思想影响到他的建筑创作思想的形成，是吧？啊，他写出的文本，啊，为什么不叫作品了？是吧？写出来的文本了。当然，我们这现在我们的作业做一个文本，啊，做一个文本。所以这个文本的词儿现在我们这也知道，啊，做出一个文本，啊，那么他所创造的，说是说白了，还是他们创造的作品。 啊，我们常用的这个词儿，但是后现代主义为了区别我的作品跟以往的作品的差异，所以我不叫作品，啊，我叫文本。啊，我创造的一个文本啊，在原则上并不受制于某些预先设定的法则。预先设定的法则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是个作家啊，我作家，我要写书啊，我要写小说，那我是借鉴了曹雪芹的《红楼梦》这样的一种。 写法呢？我还是借鉴了这，就比如说《林海雪原》这种写法的，还是借鉴了韩寒,寒的，还是要借鉴这个、这个、这个金庸的什么什么这些。借鉴谁的？都不借鉴。啊，都不借鉴啊！不能受制于曹雪芹写小说那个创作原则，曲波写《林海雪原》的创作原则，也不能借鉴于现代写好多武打小说的创作原则，都不受制于。 啊，都不受制于啊，也不可能根据某一种决定性的判断，并通过讲普通范畴英语那种文本和作品之方式来他们做出判断。哈、啊，这句话就挺有意思。既然他不受制于以往的创作原则，那当然了，你也不能用以往的创作原则去评判他的作品。啊，我我我这个年龄啊，我这个年龄小的时候穿衣服没有现在这么新。 是吧？不是不是像现在新的没穿破的又买新的，新的没穿破了又买新的，所以一打开衣柜一堆衣服。小的时候不是，啊，小的时候那句话雷锋说的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所以我们小时候穿裤都带补丁的，甚至刮破了磨破了，啊哎、啊，现在这种破裤子牛仔的变成时尚了，是吧？也叫乞盖装。 啊，所以这裤子这块膝盖呀、大腿呀都是破的，啊，有的那一块布明显就像撕开了，哎，这耷楞着那样的。我们说这不破了，为什么补上啊？如果这要是赶到我们小的时候，马上就会问一句：哎，这孩子穿着破衣喽嗖的，他妈呢？马上就要问他妈呢，那意思他妈咋没给他补上呢？那我们今天这是一种时尚啊，那我们用我们这穿衣服的原则去衡量今天小孩们穿衣服。 那就不行了，啊，那就不行了，是、啊、吧？所以，我到现在为止，当然了，我这年龄大了哈，我就年龄不大的时候，我也不穿那个乞丐装，啊，因为小时候穿的太多了，啊，太多了啊。所以现在的小孩儿，从生下来宝宝服开始就穿新的完整的，所以他反而对这个破的有一种吸引，对他有一种吸引力，所以他认为这挺好。 啊，所以他们愿意穿膝盖装。现在年轻人、大学生或者街头，你看到很多小孩穿膝盖装，不是男孩女孩啊。所以，我们怎么去判断膝盖装呢？我们不能用我们，比如说我不穿啊，我只限于我不穿，你穿了，我不会去批判你啊，我不会去批判你。也就是说，诶、哎，你怎么这样，啊？所以他们创造了不受预先设定的法则的这个影响，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个法则来去评判它啊，这强调了。 规则啊，他们不不不受制于以前的规则啊。那这些规则和范畴，正是艺术品本身所寻求的东西，就是他在探索呢。因为我们现在信息化时代啊，甚至以后还要生态啊，还要智能啊。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发展智能，是吧？发展智能啊，起码有一点，我们现在买东西不用了哈、啊，再不用掏钱包了，手机拿出来就行了啊。在我们国家呢，这个手机你就走天下，不用揣现金了。 啊，过去是刷卡，现在是手机啊！你你买什么？你甚至在小摊儿上买瓶水也也也刷卡，啊！我去买个香瓜也刷卡，也也刷手机啊，也刷手机啊，所以都刷手机啊！这个就是给我们的一个购物，所以我们国家大家往后关注着，我们国家要出数字化货币，啊，数字化货币。 啊，这个也是一个巨大的革命啊！也根据我们现在世界上流通的这些个产品，比如买石油，一定是走美元、石油美元。我们要数字化了，可以不走美元。所以美国是打压的啊！这个好多事情是此起彼伏，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儿啊！所以正是寻求的东西，那么这些规则的他不遵守的那些规则，是他们在那探索他们作品的规则啊！我不遵守过去的规则，你也别用过去规则来评判我。 那我在那探索一种新的规则，所以啊，前面这些这么理解了以后，于是啊，艺术家、作家便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从事创作，以便规定将来创作所需要的规则。啊，将来创作所所需要的规则。哎，我我有好多这个硕士生、博士生啊，他们就很有意思。比如说我的博士生、博二的、博一的，看到我新来的硕士生的时候，他们一聊天儿。 往往我我我我跟他们聊天，我也问这博士生怎么样？这帮小孩，哎呀，跟我们不一样。其实现在的代沟已经不是说十几岁、二十岁了，可能几岁就一个代沟。那什么意思？就是变化快啊，这个时代变化快啊。所以这个规则啊，这个规则就是当代西方建筑的这种什么图景呢？在无序中探索。 啊，他们的目标就建立新的规则，只不过这个新的规则是张三的、李四的，是某一个流派的某一部分人的，它并不是大家的。而即使这一派人也不可能把这个规则持续用了若干年，啊，持续用下去，啊，所以这个才有上边中国学者说那段话，啊，流派多变化快，啊，没有规则中创创作来探索未来的规则。 啊，未来的规则，你看这两个建筑就很有意思的哈。这个建筑呢是一个历史博物馆，德国的，在这个柏林的一个叫博物馆岛上。这个博物馆岛呢有好多老的博物馆，有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是吧？也就换句话说，有点像我们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啊，这样一个历史环境很、历史文化很丰厚的这么一个区域里边，它设计了一个。 历史博物馆还是历史博物馆，可是它的形态、形态所谓的符号一点没有周边老馆的东西，或者换句话说，它在形态上跟老馆是不协调的，不像我们现在在中央大街，你要建一个新建筑，一定是让你跟啊，一定是让你欧式的啊，要是如何如何的，他们是没有那个说法的。这是法兰克福的一个呃装饰艺术博物馆。 这个稍微早，那么它装饰艺术博物馆，它就有好多构件呀、啊，好多构件儿没有功能要求，就是为了构图而加上去的，啊，这就想到我想到我们男士有好多现代的比较时尚一点的西服，比如说西这个这个这个肘肘肘肘肘肘关节这块儿哈，胳、啊、膊肘这块儿，往往先补块补丁，没坏呢，这块就一块补丁先给你糊上了，是吧？这就好比是。 纯做装饰，这个补丁是一点功能都没有，啊，你可能还觉得，哎呦，这不像新衣服，买个旧衣服就带补丁，啊，那这个补丁就不是一个，啊，不是一个补上去的，是装饰上去的，啊，是装饰上，它跟功能跟这个西服没啥关系，啊，就是要这么一个时尚，啊，那这顶有些构件呢就是要这么一个时尚，这在工业化社会时期的建筑上是不可能出现的。 不可能出现的啊！所以他们创作的规则是正在探索中。啊，正在探索中，能不能探索出来？或者这个作品就有规则了？他探索出来了，那他下一个作品呢？又不这么做了。啊，又不这么做了啊！啊、所以他们的是不停的抛弃旧有的规则，不停的在探索新的规则。啊，所以这个建筑师，好的建筑师。 往往就是这么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啊，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啊，所以我做一个作品用这样的规则，我我再做不用了，我再想办法探索一种新的，啊，探索一种新的，所以才流派多变化快，啊，流派多变化快，啊，好，那么我们看呢，这个，我一下就想起来了，这个啊，二十世纪下半叶。 啊，跟十九世纪下半叶一百年前吧，啊，中西方建筑做个对比的话，啊，那个时期是从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过渡，啊，工业化社会过渡，或者说工业化社会在十九世纪末已经建立起来了，啊，我们建筑师该探索，啊，从以往的像在农业化社会的建筑设计设,设计的那样，啊，抛开了，然后去探索新的，啊，所以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到一战前，西方有一个新建筑运动时期。这个新建筑运动就是探索工业化社会建筑的发展之路。啊，那么一百年之后，啊，一百年之后，十二十世纪末，啊，那是信息化社会或者叫后工业社会建立的时代，啊，那么他们又一批建筑师在探索的今天的建筑的发展之路，啊，所以那时候产生了现代主义。 啊，曾经一统江湖啊，啊，曾经一统江湖。现代主义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啊，也就是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后，我们叫二战前、二战后。啊，二战前产生的现代主义是新建筑运动的一个结果啊。那么今天的探索会产生什么？所以我这用了一个问号。啊，会产生什么？ 那就会产生一些无数的新的作品，就是我们看到的无数的新的建筑现象，啊，新的建筑现象啊。那我们又回来了，看到这些建筑，比如说这个建筑，我们先举个例子哈，这是德国工业博物馆，啊，德国的也在柏林啊。那大家看，有架飞机好像马上就要掉下去了，是吧？那这种不安稳的架势。 啊，这飞机不就稍微动一下就掉了吗？啊，或者是要飞起来了，或者是要跌落了，那给我们一个不安的架势。啊，不安的架势。然后呢，这块像有这个吊车一样的东西，其实就是屋顶的杆件。啊，有吊车这个建筑旁边有吊车，就说明这建筑还在进行中呢。我们建筑都是看到的建筑都是建成的状态，我们去使用它。 我们在城市里边看到的，啊，那就是没有吊车的，有吊车的都在建的在建状态，所以我们的建筑永远是处于建成状态。我们看到的，那为什么总是这样呢？我不可以来一个正在建的状态吗？啊，所以这两个啊，这两个给我们的这个建筑的理解，啊，它这是工业博物馆，这个飞机肯定是一个工业产品，它为什么不放在室内呢？一个飞机可能大，啊。 黑积可能大，另外一个，他可能这建筑师，这是建筑师设计的，不是展品展陈设计的，他可能更想需要创造建筑这样一种不安的架势，啊，未完成的一个状态，啊，未完成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的建筑他探索探索出什么呢？我们刚才简单的看了几个图，有一样的吗？没有，是吧？所以这里边没法去说它。 说他能探出出一个一统江湖，像众多的这个武功高手搁那打打打，打出选出一个武林的盟主，然后一统江湖啊！什么武打小说都这个，啊，越想成为武林高手的，越成为不了啊！就旁边什么，啊，这令狐冲哈、啊，这个令狐冲的这个他的师傅教他的风清扬，就无招胜有招啊！这武打都是你那一派那个拳脚，第一式出这个，第二式出那个，第三式出这个。 你我我一个新手跟你对打的时候，你都出完了，你下一把第一式又回来了，是吧？哎，你第一式出来，我就知道你第二式是什么样了。那所以这个一个武林高手真正意思的就没有招，我第一式这么出，第二式不知道是什么，让对手永远也不知道你下一式要干什么，啊，下一式要干什么啊？所以这样人可能当了武林盟主。所以今天的建筑怎么去发展？ 啊，怎么去发展？啊，那么我们还要去看，啊，还要去看啊，只能说变化快，是吧？流派多，是吧？在无序中创作，妄想创造推创那个创作出那个那个研究出、探索出一些新的规则，新的规则出来了，它又变，啊，所以永远处于在一个变化之中，啊，所以我们说，当代西方建筑的探索是处在一种变化中。那么这是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 以前的，也就二十世纪末的，二十一世纪啊，这二十年，如果我们大家在看建筑的话，你会发现有一点，尤其是最近几年获得这个普利斯克建筑奖的，包括今年获奖的，啊，他们更多的是强调了建筑与环境，啊，尤其是我们强调生态嘛，啊，建筑与环境的一种关系。 啊，所以呢，我们也有人说说，我们现在啊，这个建筑啊，正在整合阶段。当然，这是呃上个世纪的话了，啊，上个世纪的话了哈。什么叫整合呢？啊，就是从各种不完备的理论流派运动中汲取符合社会发展的合理内核，讲这些合理因素综合成系统化的，既符合认识规律又具有时代指导意义的规则的过程。啊，其实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其实就是个整合过程。 啊，一开始为什么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呢？但我们有一条大道就走呗，没有啊。啊，我们没有一条明确的大道要走，所以才叫摸着石头过河，啊，要不这话怎么来的？在当年那个状态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个状态下，我们哪有一个特别明？就改革开放，啊，这肯定明确。但是怎么个开放，怎么个走法？啊，叫摸着石头过河，啊，摸着石头过河。 啊，为什么不说让全中国都富起来呢？让一半一部分人富起来呢？是吧？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带动大家富起来。我们今年还是扶贫呢，对吧？还有些人没富起来呢，啊，所以我们一点点去建设，一点点去建设啊。所以早期我们也处于整合阶段，所以这个整合呢，就是，啊，就是这个不完善的各种理论中抽出合理的内核，然后综合成一个完善的理论。 但是时代发展变得太快了，能不能综合出来？哎，不好说。像我们刚才看西方这些作品的话，不好说，因为它一旦总结出来了，你弄不好僵化了就凝固你的创作了，啊，所以怎么去总结，能不能总结出来不好说，啊，我的认知也不用总结出来，啊，各自的规则就各自的走，啊，然后呢，你再有新的规则再去探索，这个世界才丰富多彩。 不要总结出来一个大家都遵守的创作规则，那就不是艺术创作了啊，那就不是艺术创作了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现在的呃艺术品呢和这种我们说的这个社会啊的关联还是很密切的。社会永远是向前发展的啊，永远是向前发展的。刚才我们说到的那背后的逻辑关系那一套，科学技术永远是向前发展的，社会就永远是向前发展的。 所以不要把它凝固了起来啊！所以后工业社会的建筑发展啊，在未来啊，我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我们叫后工业社社会、后工业化社会。现在我们可以成为信息化社会了啊！再个若干年，我们能不能变成生态社会？啊，我们还不知道啊！所以它的这种秩序和反秩序啊，有的人要秩序，有的人不要秩序，有人有了新的秩序就淘汰了。 啊，所以也是一个循环磨合、整合的一个过程，啊，那么这个过程，我觉得会永远的持续下去。好，我们今天课就到这儿。